嗨，大家好，我是包贝尔，祝贺音乐舞台剧《栀子花开》Neverland 票房大卖，段博文加油！大家好，我是胡夏，祝音乐舞台剧《栀子花开》票房大卖，段博文加油！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三妮，再次入境《栀子花开》Neverland， 演出顺利，票房大卖大卖，也祝我亲爱的苏妙玲小万同学在里面酷酷的、美美的、白白的、亮亮的、纯纯的，等表演成功，我等着来看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星。Hello， 大家好，我是 DL 组合刘丹丹。听说我们的苏小万去参加了话剧《栀子花开》的演出，好，掌声！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祝我们的《栀子花开》花开满地，希望也大家多多去支持《栀子花开》，还有我们的小万苏妙玲。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在这里祝福我的好兄弟左立首次参演的音乐舞台剧《栀子花开》全国巡演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汪苏泷，在这里呢，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左立在6月18号的新的音乐舞台剧，叫做《栀子花开》，地点是在北京中戏的实验剧场。其实我觉得这部戏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部戏，因为它有很青春很热血的一面，然后同时有像左立这样的好演员，所以我觉得我会和大家一起期待6月18号《栀子花开》。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湘。那么在这里呢，衷心的祝福我的好朋友虎虎呢，马上6月18号他的新的音乐剧就跟大家见面了，《栀子花开》Neverland。虎虎呢是一个人很帅、戏又非常好的演员，那我希望他在这部戏里呢能够拿出最棒的状态呢呈现给所有喜欢他的观众。那大家一定要进戏院，然后去关注这部音乐剧《栀子花开》Neverland。我相信一边看一边也能闻到栀子花的香味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海泉。《栀子花开》Neverland 的音乐舞台剧呢，6月18号就全国开始巡演了。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何老师来带领大家一起来重新的认识我们的青春。那在舞台剧中呢，我的特别好的兄弟虎虎呢扮演王健的角色。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这舞台剧中看到虎虎多元化才华的一面，他是一个被低估的天才。同志，虎虎加油，我们看好你。音乐舞台剧《栀子花开》Neverland。